你一共睇几样嘢？我发咗咁多嘢俾你。第一篇文章我有睇，即系 BBC 嗰个啊嘛。唔系，嗰唔系第一篇，第一篇系 Bloomberg。BBC 个最唔重要嘅。Bloomberg 睇咗一半咯。睇一半，你 get 到大概意思咩？就系话 basic income 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实现咯。Xerox 嗰个你有冇睇到？所以我睇咗一半，我聽唔明佢講乜柒。邊一樣嘢最有興趣？我哋揀個最有興趣開始講。哦，咁肯定講 basic income 啦。係咩？你我以為你對 Xerox 有興趣，我係咪聽唔明嘅啫？講 basic income， 因為其實點解我揀俾你咧？呢樣嘢咧，就首先係近兩年討論得好犀利嘅。第二咧、就話之前咪講話馬克思、恩格斯啲閪嘢嘅係嘛？係啊，社會主義其實係一脈相傳。我之前我唔知有冇講過呢個觀點啦，可能我有講，可能唔記得咗。就話、其實我哋此時此刻咧係好接近馬克思所講嘅共產主義啊。因為你係話我哋中國定係話呢個世界冇分別嘅、因為、如果呢技術世界上有咗，中國好快就 copy 咗過去啦，所以冇、可能等幾個月嘅啫。相差咩技術啊？你諗下點解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或者資本主義，或者社會主義嚟對抗資本主義啫？點解咧？就因為佢睇到資本主義嘅所謂嘅唔公平啊嘛。咁共產主義佢描述出嚟嘅天堂就係各取所需，各盡所能。咁其實呢你咁講，我哋唔係接近共，我係超越咗共產主義。我哋可能呢就好似你有冇睇過一出卡通片叫《沃爾》啊，即係講個機器人嘅。我知，我睇過，但我冇咩印象。嗰、那個機器人一個好落後嘅機器人啊嘛，仲有一個 Eva 啊嘛。係啊，你記得《沃爾》入面啲人類係點樣咧？冇印象啦。沃爾入面啲人類好肥，好大隻，瞓喺度咩都唔使做噶嘛。点解佢咩都唔使做啊？因为所有要做嘅嘢都机器人做晒啦。呢个就系之前好似系嗰篇文章入边都有讲过，就话未来十年入边有好大部分，即系呢个大部分讲嘅系三成左右，甚至更加多嘅工作岗位系会消失噶嘛。咁而我哋亦都有可能系冇办法，好似以前工业革命咁咧，消失咗啲岗位，又创造啲新嘅岗位出嚟。可能我哋创造唔出新嘅岗位噶啦，因为的而且确系唔需要咁多人嘅。咁所以特别系发达国家，佢面临嗰咩问题咧？就话。即係你睇 Donald Trump 點解上到台咧？就因為好多嗰啲消失咗個崗位嘅人，佢係對啲社會好憤恨噶嘛，因為佢哋覺得就係因為係全球化搶咗個飯碗，的而且確呢個係某一部分係事實嚟嘅。即係當然咁，你要做鞋嘅，你要做衫嘅，咁你梗係唔夠孟加拉平啦，係咪？一中國都唔夠佢平啦，唔好講美國啦。咁所以你消失呢個崗位係正常嘅。咁但係依家係可能孟加拉都消失，如果即係話所有啲機器人啊、人工智能啲嘢可以上到一定程度，即係之前我睇一篇嘢就講話點樣砌磚啊嘛。我同佢講過咧，澳洲因為砌磚太貴啦，所以都唔夠砌磚嘅，多數都全部用預製件，用其他方法嘅，即係除非你真係好想睇個磚嗰個碌出嚟啦，咁就冇辦法啦。如果你真係好想個磚，咁你就唯有焗住砌磚，或者用第二啲嘢取代，即係啲假嘅磚啦。但係當然澳洲做假磚又同中國有啲唔一樣，真係好閪真嘅，就睇唔出嘅普通人。呢個成個問題嘅核心所在就因為砌磚嘅人力成本太貴啊嘛。咁但係有啲人就已經發明出個砌磚機器啦，係嘛？頂棚咁就砌得好閪快啊！德國佬係最德國佬最早發明嗰啲咧，係德國佬乜柒都砌，條路都砌啊。咁但係即係當然呢個都仲未大規模咁應用啊。但係如果真係大規模應用咁啊，你幻想以前假設你一個砌磚工人啊，係嘛？咁冇人會再出咁高工資請你嘅咯。你可能翻去啲即係比較落後啲嘅國家先有機會揾到嘢做喎，因為佢賣唔起部機器啊嘛。呢、這個崗位咪喪失咗。即係呢個只係一個好簡單例子，仲有好多前講過啦，即係話揸車啊嘛，你無人駕駛，未來十年一定成熟噶啦嘛。咁所有司機係唔需要再存在啦嘛，無論你係的士司機、巴士司機定係乜嘢司機都係嘛，基本上你個職業係唔需要再存在啦。咁就我之前同佢講過，乜超市收銀員係嘛，咁以後根本上都唔需要收銀呢樣嘢嘅，唔需要收銀呢個過程，簡直就係嘛，直出直入嘅超市啊，已經係人工智能咯。咁你工作就唔存在啊嘛，就大規模好似呢一類型嘅工作會唔存在。咁你諗下原先嘅司機或者收銀員或者砌磚工人係嘛，佢本身都係屬於社會上唔係即係唔係有錢嗰班啦自己嘛係嘛？除咗砌磚，即係當好多磚需要你砌嘅時候，可能你會有錢啲。咁佢哋面臨嘅咩咧？本身就已經唔係有錢啦，依家變咗係。直情係冇錢，冇工俾你做啦。係啊，咁你個社會，你唔希望動盪嘅話，你就要相應政府提出你政策點應對呢個轉變㗎嘛。你冇可能去停止呢個科技發展，你只能去應對當科技真係咁發展，而且呢個方向明確一定係咁行㗎嘛。只不過大家係話，有啲工作，因為你知睇啲文章都係講話，有啲咩工作係取代唔到嘅，咁講嗰啲嘢啦嘛。咁即係意思咩？即係好多部分都取代得到啦，係嘛？真正取代唔到。反正基本上我哋可以確認嘅就係勞動密集型同埋低培训成本嘅工作，其实佢可以好快俾取代。系啊，咁但系你作为一个即系管理成个社会政府嚟讲，你唔可以就咁袖手旁观噶嘛，你一定要谂啲方法出嚟。咁当然佢哋谂嘅方法就系头先讲 basic income 啦。
咁入面佢讲就係都係佢一个试点嚟嘅，佢就唔係真係全国一齐实行嘅，佢只係抽样。揀咗2000个。係啊，抽一班人，即係嗰班人呢，就係头先我亦最系惨嗰班。嗰啲係比较低下阶层一啲嘅。你记得两年前呢，咪即係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呢，佢研究课题就话，都系佢讲美国社会啦，佢就话即係啲鬼佬呢，如果失业呢，可能有啲失业救济嗰啲嘢㗎嘛，即係只要你唔太有钱嘅话，即係你唔好有屋啊，你唔好有咩，即係你只要一个比较穷嘅人就有权攞失业救济。咁失业救济有一定期限，咁去芬兰嗰啲真系好爽，攞500日。你睇嗰篇文章讲，屌你，你失业之后嗰500日嘅工资都一样。咁但系美国都系冇咁爽啦。那个经济学家研究课题就话，即系唔知美国系3个月定几多个月嘅，佢就话啊，系咪可以延长到9个月？咁咧，当呢个人，因为佢就算今日俾人炒咗，听日都唔使话啊，我冇咗饭碗，即刻要急住出去搵工系嘛，都有9个月系政府俾钱俾你。咁咧，你就慢慢认真咁搵一份适合你嘅工作，就唔好话因为冇钱而焗住咩都做住先啦。咁啊，中国好似讲咩骑牛咩骑牛搵马，骑牛搵马就唔好做呢样嘢，因为佢觉得呢样嘢咧系破坏咗社会整体生产力嘅。你揾到適合你嘅崗位，先至係將你生產力最大化嘅。咁就話政府投入呢筆錢，其實咧到最後獲得嘅回報係大過你投入嗰筆錢嘅。咁佢呢個邏輯其實都差唔多，即係芬蘭佢做呢嘢就話：，我哋有 basic income， 咁係咪呢班人就因為有 basic income， 佢咪冇呢個即時社會壓力咧？係嘛？佢唔需要即係話為咗揾飯食揾兩餐，咁佢會唔會喺第二度喺佢嘅個人興趣啊各種嗰樣嘢發揮佢最大才能，或者佢下一個梵高咧？係嘛？雖然可能要割自己耳仔，但係佢都可能會一個天才。画啲好靓嘅画，做啲好好剧本啊、作曲啊咩都好啊嘛。佢可能佢将个生产力应用喺佢所兴有兴趣方面，令到成个整体社会生产力都提升。呢个就佢哋想做嘅嘢啊嘛。咁你觉得呢样嘢，首先即系唔好撇除中国嘅环境啦，中国都系冇可能实行啦。喺发达国家，你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嘅，或者你个人对佢有咩睇法咧？据我所知，澳洲好閪多肥佬喎。澳洲咧就系冇呢样嘢嘅，即系澳洲佢有所谓嘅嗰啲叫咩啊？失业嗰啲补贴咧，大多数中国嘅澳洲，即系喺中国裔或者中国籍嘅喺澳洲嘅中国人，系啊，佢都冇可能满足到，因为佢一旦你有楼嘅话，你就唔符合资格嘅，即系你一定要冇楼好穷嗰啲系嘛，咁佢就可能即系未来我呢挺咯。你唔系喺澳洲出世噶嘛，你唔系话第一日踏足澳洲就可以享受呢啲福利嘅。你一定系 citizen 先可以。唔系 citizen， 唔系 citizen， 佢系永久居民，同讲个永久居民同埋公民。唯一差別就是投票權，冇其他差別噶嘛。哦，仲有啲，如果打仗好極端嘅話，可能要徵兵，我徵你去咯。如果你是公民嘅話，哦，咁我係 PR 就唔使徵我噶。你都唔係澳洲人，你想徵你啊？但問題，你好極端。但問題，頭先講咯，你做咗永久居民之後，好似係頭兩年都唔可以享受呢啲嘢。即係我嗰陣時政策咁啦，我唔知依家係咪啦。唔係，我意思係話咧，因為據我所知咧，澳洲有三寶啊嘛，烏蠅、肥婆同埋走鬼啊嘛。聽講就話因為福利太好咧，好多閪佬都唔去做嘢，就去劈酒喎。我冇同你講過咧，澳洲其實係一個好閪油嘅國家，澳洲福利一啲都唔好。澳洲係個好咩油嘅國家？好油嘅國家，即係政策上好油。哦，油係啊，左嘅先福利好嘛，即係你嗰啲歐洲嗰啲咪左咯，芬蘭啲咪最閪左咯，派錢俾你。所以澳洲，你如果純粹講福利話，即係領著數方面咧，真係唔係咁好嘅。但如果你是一个，只因为中国太差了，所以才会觉得它好。即系我同你讲，我不如我依家咁样，我所享受的所谓福利就是每2个礼拜收到澳洲政府补贴俾我个女，好像是70-80蚊左右大概啦，每2个礼拜，两个礼拜即是每个礼拜几次啊？每个礼拜40蚊，咁最近每日都系得5-6蚊啫嘛。5-6蚊去做咩？俾呢个女？唔知啊。5-6蚊够唔够佢俾人饮奶啊？5-6蚊咩都做唔到啦。但系买奶够唔够买啊？唔系买奶真系够，买奶你当佢1蚊加1升啦，最平嗰啲5-6蚊就买5-6升。澳洲啲奶系咪有啲平？佢呢啲农产品冇台讲唔收任何税啊嘛，政府系即系全部都系免税，所以佢卖俾特别平啲嘅。嗱呢个又唔系重点啊，讲翻啲 basic income 啦，即系澳洲咁咧，我就绝对唔相信有 basic income 呢样嘢嘅。佢咁有政府，点解？佢有啊嘛。头先我讲话佢有500日嘅俾人炒之后嘅500日都攞同样薪水啊嘛。澳洲一日都冇，全台讲过啦嘛。最大嘅福利就系叫提前4个礼拜通知你，唔该你4个礼拜之后拜拜。呢个就个唯一系咁啦。中国都中国梗唔系啦，中国咩你有咩 N 加一啊嘛？哦，系 N 加一。咪咯，澳洲冇 N 加都冇噶，又唔有你话中国阻过澳洲嗰啲。咁如果你咁讲嘅话，发达国家澳洲都算系一个发达国家啦。唔系，因为咁讲，越系你想经济向前发展嘅国家，即系美国啊呢啲咧，佢一定越靠油嘅。
如果是靠左呢，你要看个整体平均的薪水水平，就是刚才讲芬兰那篇文章里面讲到啦，说芬兰的中位数，收入中位数是46,000美金嘛，他说是比美国低四分一，即是美国差不多60,000美金嘛，中位数，但是芬兰是可以做得到最有钱的 20% 的人和最穷的 20% 的人的工资相差是不超过四倍，那这个的确很伟大的。最有錢 20% 同最窮 20% 工資差四倍喎。咁而且國家仲係好發達嘅，而且好有活力嘅。當然你可以拗佢話，如果佢唔敢做，會更加發達、更加活力啦。咁但佢選擇行呢條咁嘅路，即係相對比較公平嘅路。因為佢入邊講到話，美國同樣最有錢 20% 同最窮 20% 係爭咗八倍啊嘛。八倍？係啊，一百倍定八倍啊？八倍啊！我最有錢的 20% 同埋最窮嘅 20%。係啊，即係你簡單啲講，如果你美國社會有100個人。排第二十同排第倒数二十嗰个人攞出嚟，佢嘅工资系争八倍。芬兰同样攞出嚟争四倍，中国攞出嚟争几倍啊？我唔知道，中国自己码十几廿倍啦，系咪？最穷咩20%？唔系，因为中国最有钱嗰20% 咧，佢肯定就唔系打工噶啦，打工搵唔到咁多水嘅，一定系做生意嘅。我唔系20% 好多人喎，中国13亿人，五分一个 top 五分一同 bottom 五分一。但中国最 top 嗰个批人入边，有钱真系好閪有钱噶，穷就真系穷到閪咁啊！会仲要冇保障，唔系即系讲紧一年得几千蚊，一两千蚊嘅啫。咁廿倍就系20-30万咁，应该差唔多啦，应该差唔多啦。咦，最 top 嘅20%点知20-30万一年啊？平均收入啊？唔系平均，就系讲中位数啊，即系由一排到你第100，嗰100个人入边。因为平均，呢个数据真系唔知啊！我冇同佢讲过，广州上一次公布中位数，我睇咗下系6,000几蚊啊嘛。即系广州街道100个人抽第50个嗰个出嚟，就6,000几蚊一个月。你讲紧月收，你讲月收啊嘛？系啊，因为广州如果你讲平均系远远高过6,000几嘅，因为有钱人，你头先讲有钱好有钱啊嘛，咪拉高咗咯。但系其实大多数人嘅收入唔高啊，排第五十都唔差啦，系嘛，中中挺挺啊嘛，都唔够七，就系6,000几蚊，唔够7,000蚊，系啊。佢珠江城抽定系成个广州啊，即系四周围咁抽，企喺最中间嗰个人，应该就算差极都唔会差1,000蚊噶啦，500蚊左右可能，系500蚊都唔会有5%嘅误差。不过当然呢个都可系一年前嘅数据啦，可能依家就增长少少嘅，增 10% 当佢好劲啦，系嘛？六多600蚊咯，即系应该有7,000蚊咯，可能。